十八电子游戏机。是不是觉得很好玩呢？你只打怪物的 game 真是相当刺激的。啊，看落好得意咁啊！梗系，不过呢只 game 好难打噶，我打咗好耐都只系攞到50分咋。啊，我赢咗啦，190分啊！哎呀，有190分咁多。呢只 game 果然系几难打喎。啊，静香啊，可唔可以借俾我玩下？好啊，等我嚟啊！嘿，开头嗰阵成日都只系得几分，系要好努力咁不停咁练习，先至进步到好似而家咁咋。好嘢，我打赢咗啦，攞到300分。唔系啊嘛，好犀利，睇下。我翻屋企继续练书。你好嘛，笨虎，借俾我玩啊！算啦，讲真，其实你玩呢啲咁幼稚嘅 game， 玩玩下就会好快觉得厌噶啦。咁又系嘅，你睇，话咁快又打低咗只狸猫啦，攞到170分。犀利啊，你好叻啊，简直系天才啊！不过都仲未够班，剩下190分，而我咧就有成300分。咩话？你话笨虎又似哈利啊？根本游戏机系我做咗好耐钱先至买得到嘅啫，哆啦 A 梦，你个两只进步机我已经冇生存希望啦。你咁样讲又似乎夸张咗啲喎。喺度啊，佢仲打紧机啊！失物电子游戏机，失物啊？佢系未来游戏机嚟噶，你睇清楚咯。首先将部机对住半款，然后按掣开着部机。然之后就开始玩啦。我乜咁嘅？我做咩？我咩事啊？呢隻嘢咩嚟噶？其实呢隻游戏系可以揀一个人将佢代入游戏入面，然后就要打低前面不断出现嘅怪物。开始嚟啦！打低佢啦！只要跳起踩中啲怪物就可以打低佢噶啦，而且游戏途中仲可以用唔同法宝添，例如系弹弓啦，又或者系炸弹啦，咁多法宝可以使咗好多攻击招数啦。唔该你啊，哆啦 A 梦，系时候借呢部机俾我玩啦。咁咪借俾你玩啦。唔该你啊。继续去啦！大雄哥又系呢方面嘅天才啊！都唔知你点所以玩到咁样嘅，真系搞笑啊！其实我系好认真咁打机噶，咁之弊啦，唔知会唔会出事啦？佢咁大份，只系少少痛嘅啫，唔会有事嘅。耶！你做得好好啊，大雄！亨强哥系件好有效嘅武器，进我攻退有三只，非常之有用噶。不过冇亨强哥嘅渠口系个好得人惊嘅陷阱嚟噶。咁好啦，我要打低晒啲怪物啦。哇！咩事啊？服咗你啊！再嚟多次。麦家伙啊，发生咩事？系咁啊？唔系咁啊，呢度系要跳纸巾。好啦，我会将成件事话晒佢知啊，我会将件事话晒俾伴父知啊。得啦，怕咗你啊，只系借住俾你玩一阵嘅咋。拣咩怪物呢？唔该放过我啦！你分明系特登噶，咁啊梗系啦，平时受咗佢咁多气，快啲俾翻部机我对用，仲未玩够啊！
快啲俾翻你啊！喂，做乜嘢？做乜嘢？喂呀，到底养儿嘛？俾翻我啊！喂，你哋唔好争啊，整烂噶！原来系因为咁，怪之得会咁啊！挨背火。呢样嘢睇起嚟几好玩，我试下先。我哋已经被人控制住，完全唔到我话事嘅。你个胖虎啊！你做咩唔看铺，走出嚟玩啊？系妈妈。有冇搞错啊？呢部机明明打得好地地，你哋快啲同我顶住佢先。你哋一齐打低佢先啦。我已经知错噶啦，妈妈，你放手啦，好痛啊，好痛啊！你仲留喺度做乜嘢啊？跟我翻去。好对唔住啊，好痛啊，妈妈。就算系游戏世界，胖虎妈妈都系无敌嘅。